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话，市民要俾自己适应期，喺人多聚集嘅地方应该维持戴口罩一段时间。睇翻歐美啊，甚至乎最近咧內地，譬如包括上海嘅經驗咧，其實當你放寬啲防控措施咧，尤其是呢個口罩嗰個本身咧，就開始係話係大家係少戴咗咧，就好容易咧嗰個流感係有機會嚟嘅。如果喺啲人多擠迫嘅場合咧，譬如少過一半人咧係戴口罩咧，其實嗰個保護作用咧係大打折扣嘅。過去嗰三年咧，流感其實喺香港係接近銷聲匿跡嘅。有啲尤其是我哋嗰個六歲留下細路仔咧，佢一係就完全都未接觸過嗰個流感，就算接觸過咧，可能都係比較機會係少啊。喺咁嘅情形咧，其實佢哋嗰個即係話對流感嘅免疫係比較即係話係低咧。